选定呢？我们可以重申了吧？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你们那个高帧一定要开启，不然你会很累个。极度内玩的手游来了。它好像有大改版呢。一样会给重生币，对不对？今天要干嘛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要干嘛耶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钻石。所以一个钥匙可以抽五包，是不是？那都全部拿去抽一下。哦，所以抽 boss 可以升级这样。是的。我最近应该会先把那个装备讲了。有什么？这个像帅。你们先让他们平均升级好了。一些。没想讲我自己的装备嘞。啊，黄金不准。所以要怎么自动？自己回答。先讲排行榜怎么样？好像很像跟以前一样，但是大家，新增伙伴了，对不对？哇！我尖叫了，之前没有那个、就是英雄，对，那也不能讲啊。等我一下，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英雄哎，怎么办呢？那怎么讲啊？商城。有商城，那商店就只有这个啊。先讲自己的。不行啊，人太少了。哇哦！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套装，但是那个第一名的，像目前还没有这一套，对不对？帅。